江江，现在赶快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按下小铃铛哦。看这个车子就知道是哪一台的嘛。来，我们的 Porsche 718，保时捷718，它在 GT 里面叫做菲斯特怒吼者。咱们进去改车一下吧。What miracle did you want me to perform？ 那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先改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首先呢，我们后续就不改它，我们直接从刹车开始，加一点点呐、啊。哇，这台车好帅哦！哇，看得我都想买真车了哎，这要靠你们观众朋友的抖内了、啊，不是开玩笑的。我们继续改车。我先改有哪些啊？哦，这什么十字形的是吗？好了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改车，好吧？
sharp.我们改回来了，哇！这个配色，这个车型，这次改装呢，我没有改很多啦，就是用它原本的车头。好了，又到了我们的赛道啦，我们来实测一下这台车改装过之后，它会有多快呢？三、二、一 ，Go！ 150、160了，180，极限是190吗？哎呦，哇哦，超棒的啊，这台车！呼呼好了，我们来实测一下，没有改装的时候，它有时速多少呢 ？Go！ 130了，140，150，160，感觉你已经到极致哦，170，呼呼，哎呦！撞坏了，撞坏了！好了，感谢各位的收看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帮我影片按个赞。你有玩 GTA 吗？你最喜欢 GTA 哪一台车呢？欢迎影片下方留言给我。我是江江，感谢你的收看，别忘了按赞、分享给你的朋友哦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车子的多仿，刻意的模仿，只会坏的分享。我出点的平常，注意的形象，黑的非常不当。我天赋怎么个特殊，起伏记录，心境接了 flow， 记住了艺术的，听出的病毒，还记得我跟你擦出过。不如换个人。
称自己战神，位置还没站得稳，被新手 rapper 干得很准备点，其他都不会说，别人废他玩得真，他先不记得我，先不记住，帮你挖三个粉。